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黑子。这礼拜刚好到货这一支 Bape 跟那个日本玩具公司 Mattel 联名的，联名吗？反正是一起推出的这个米奇公仔。然后，这是彩色版的。然后在它的这个鞋子啊，还有裤子上都有 Bape 经典的这个猿人迷彩的部分的设计，蛮可爱的。因为是客人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欣赏。其实详细图片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啦，就是官方提供的照片。那目前还可以追加得到是3980元。外箱可以讲一下，上面这边有用 Bape 的这个黑色的迷彩做设计做底，然后其余的部分都是这个满版的米奇，外箱也做得蛮可爱的。好。然后我们还有这礼拜还要到另外一只玩具是这个 Bear Brick 熊，那它的因为也是一样是客人的，然后我是不会打开来客人的东西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，里面就长这样。这次好像已经出到第五弹了，是跟美国的艺术家联名的，然后外盒也是做得很，就是这种亮面像鞋盒的这种包装做得，我觉得很酷很棒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有点像鞋盒，有没有？跟一般的那个库珀利克400趴、100趴组合的不一样。好，然后这边有看到吗？这边有Bear Brick，这边 Bear Brick，然后对，大致上是这样。然后这只长这样，这只羊应该还是有机会追加得到哈。有需要的话再联系我的客服，拜拜。